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爷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帮这个坏猫咪欧起来打这个精英准白啊。昨天帮他解锁了这个精英火之神，今天来帮他解打精英准白。但他这个配置打精英准白，我觉得应该会痛苦到炸开。我只打算帮他打15分钟，这15分钟我如果没有顺利通关，那这个只能跟他说拜拜。第一，他这个好像冷中没一勾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他打。第二个，这个他没有龙手，他只给我拿台湾大哥大，太扯了。哦，是经典大哥大，还不台湾的。然后是水刀哦，水刀跟苦无，水刀跟苦无，水刀还是两阶的，这个可能没办法换。但副武器我们可以换一下，副武器换一下，换一下吧。感觉换一下也没用啊。雷鸣剑、苍灰战刃，丢苍灰战刃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知道吧？看能不能把他打过，拿个 SS 宝啊，帮他拿个 SS 什么都好啊，他什么都缺啊，就看会不会拿到好东西了。也有可能是南蛮祭司啊，我好久没拿到南蛮祭司，好怀念。欸，怎么有这个动画？然后之后我之后可能会那个啦，比较常玩国际服，台服这边可能会比较少碰。欸。算了，当我没说啊，我还是一般当家打，看大家想要怎么样都可以。主要打这个也是为了那个你们知道的，帮你们完成一下小小心愿。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想要打过这个，然后让配置强一点。虽然也有很多人都说，很多人都说，也不是很多人啊，其实也才几个，就说这个想看三打三啊，不想看这个。但我觉得我的观众应该还有蛮大部分的人都是刚入坑的，或是玩没多久，像这些账号一样。对，哦，我每边都要讨好，没有办法满足全部的人，所以这个三打三我会录，这个我也会录啊。国际服也有人要看，我也会录，就这样。那如果你刚好播到你不喜欢看的，今天要播的不是你喜欢看的，就不要看就好了。别退订啊！我已经订阅每天都在减少，很痛苦。都那个了，都不知道人生要怎么活下去了，不知道要不要去玩麦块了。感觉麦块随便玩都会有流量。其实我蛮想转那个，就是玩独立游戏的主播，但是台湾好像没什么市场。一水道按下，喂，大发的没拿到，这攻击力。没打到大发的只有长这样，我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，希望可以来得及，不然就头痛了。攻击力低就是有这个缺点了，3800的攻击力，我记得以前打好像都至少4000起步的样子，3800可能要用献祭的才有办法。20勾玉啊，可爱的20勾玉才有办法那个，我要先丢了，赌一个，哇，又没爆，哎呦，差点剁到，还行啊，有大发的水刀打到，还可以打个快二分之一的样子，应该还行，剁个剑气，这场的板子怎么这么衰啊？我们都在空中甩那一种啊，掉下来啊。决斗啊，准备！下上！哎，不过我觉得我不能帮你打过，应该要让你练习一下。你连练都没练，感觉不能再等了。哎，我这个水刀哦，厉害哦！这个水刀刚好切劈，你还可以打到串墙。出现的时候按个大绝，打个双倍。会不会血肉？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兄弟，别打我！欸，他这伤害好像还行吗？能跳劈吗，大哥？大兵精！哦，林老是看好，留了一堆手里剑，在这边转，搞毛！先别再转了，兄弟。OK。时间上还有100多秒，
还有三发武器，应该是都没问题的。比较有问题的是这里啊，撞烂喽！啊，算了，我就是想要卡一个长月战刃，想贪还是？因为不贪的话，不贪的话很麻烦。不贪的话，这个配置可能打不进去，可能打不到最后阶段。哎，忘记把这个零，哎，我零换武器了，可以开冲的。感觉这个开始帮观众打之后，有找回那个以前的记忆哦，打起来比较顺。只要不要遇到什么黑火球板那种不能躲的，感觉好像没啥问题。水刀丢吗？不能，这个感觉吃标都可以吃进去了，除非遇到什么恶心板子。让我们用吃标解决它。这场能不能三星，我还真不知道，因为最后这个流星雨，而且最后那个我也不会躲啊，你就当这个会一星就好了。我们这场是一星的哦，一星准白哦。这个大哥大的攻击力好像让吃标伤害变高了。运气，你的运气真好，我的运气怎么好？都是个垃圾板。有个长月战刃，哇，好卡好卡好卡！哎，这个水刀怎么会漏？哎，这个又怎样？打碗糕，哇！难道是一个？忘记怎么躲了，哎，撞到了！对不起了，酷酷的二十勾玉。哎，这位仁兄没练苍牙吗？等一下，这苍牙的机体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哇！对不起啊，酷酷的二十勾玉，等一下可能还要丢一个酷酷的再二十个勾玉啊！我们今天用四十个酷酷的勾玉帮他换一下。我们不能乱跳，等一下这个流星雨会死。我认真了，专注专注，架上，跳跳跳，抬刀！哇塞！哇靠！暴毙了，飞出去了。阿力的血应该比较多吧？用阿力好了。欸，他手上阿力还有带一个小小东西，可以先下再上再跳两下，再下再上再跳两下。OK， 用个小套套，没问题了吧？啊，准备再冲啊！了不起是不是？好了，谢谢这位观众的四十勾玉。这个你的精英准白可能要等你的配置好一点，我才能打。我就是菜，你等你攻击力5600的时候就可以来找我了，没问题。5600等你哦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会拿到什么挖钩了。啊，这个他有牛仔阿力耶，哎，我从来没用阿力过这个卷哦。啊，有了有了，想起来了，之前有观众为难我，抖内300叫我用阿力过，头超痛。阿力打这个，哎，其实阿力打这个没有营销打这个无伤难打，营销用营销打这无伤特别难打。阿力丢这个雷球的时候躲那个黑火球都还更难，那黑火球太恶心。好嘞，到底会拿到什么嘞？一星啊！这个强迫症患者可能要退兵。哇，胡林玉璧耶！竟然不是南蛮祭司，太难受了吧？你这个，哇，好难受哦。不过胡林玉璧在学武林里面一定是必要的，你这个笛子可能就不要了。这个笛子应该是没有用了，因为这个九秒实在差太多了。你有没有这个九秒减这个时间？影响蛮大的。好啦，那这位观众，猫咪欧起来，希望你可以自己把它打到无伤啊，加油！我看看你的故事普通模式，普通模式你也还差一关，这个沙克我不会打，抱歉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等你攻击力5600的时候就来找我。虽然我不知道这四武器谁可以5600，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